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You'll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and summers with love. Burning lines 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 to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Longer than there'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am in love with you.初听这首歌曲的这支版本，是多年之前在英国橱窗通讯公司的雀巢咖啡音乐时间之中。那听到这首歌觉得特别之温馨。那时候有一个习惯，听收音机会在里面随手放一盒磁带，信手就把听到的歌录下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想想现在听歌真是幸福，所以常常现在的歌曲也没了当年的那般珍贵感受。留不住时间的背影，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都市夜归人，我们的故事。手上这封信压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觉得它很好，至少看过之后引入很多的瑕疵，只不过不太有信心，这般长，这般的个人化一点，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欢喜呢？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个人化，只是经历相对比较个人一点，而且写得比较的琐细。今天终于把它拿出来念，但是那份不自信依然存在着，所以如果你没有耐心，现在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大约要十分钟的时间吧。最近一段时间的夜叫人特别倦，熬了一次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前，是在船上。以前没坐过船，只是小时候常听当过海军的父亲唱军港之夜，
后来在夜间的江边看到船，最吸引人的是它的灯火和靠岸时的那声大吼，更有上船的冲动，终于如愿以偿。不过上的不逢时，买票时售票员就说票已售完，最后好容易弄到几张，顶着呼呼的北风，一行四人开始了一个不眠之夜。自以为年轻总是和热血连在一起，拍拍胸脯，心想只要有热血，那寒冷得让到一边去。上船之后才知道，年轻通常只能和冲动连在一起。人多的超出我的想象，走廊上有用被子铺在地上睡觉的，也有靠在墙上闭着眼的，沿着只能用脚尖踏着才能走过的空隙往上爬，猛然瞥见一个人的头在我的脚边，距离当然只能以毫米为单位来计算，舒一口气，庆幸往下一个空隙一跌，刚站稳才发觉脚下有东西在挪动，低头看去，一人正甩着手，不用说一定是给我踩着了，忙将头弯得更低来道歉，之后便是惊叹那被窝的容纳性。自以为那边有一个头，这边肯定没了，却偏偏这边也有，里头还有也说不定呢。继续往上走时，局面没有丝毫改观，最后只能彻底妥协，不过想着能和长江共处一晚，心头还是快乐的。将笨重的行李搬到甲板上，眼前是滚滚的江水和刚上中天的月亮，星光也灿烂，是一个好天。看表才11点多钟，叹息黑夜还长。在这个时候，风果然显出了他平常难得的大方，从本以为从未透过风的地方钻了进来。看看伙伴们，一件衬衫，一件毛衣，加一件外套，除了瑟瑟发抖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心头猛然记起自己带了一件毛衣，准备回家给妈妈洗的，拉开包果然在最底层，也顾不了许多，大难临头各自飞，毫不犹豫地穿了起来。但毕竟严寒是大自然的力量，一件毛衣哪里可以跟它抗衡，大家都觉得这样给老天欺负也太窝囊，于是讲故事，可一会儿就没话可说，说笑话却不能让笑话来笑自己，最后只能扯开粗犷的喉咙对着大江唱。这长江可不像墙壁，你对他唱他毫不动情，真想狠狠地踢他几脚。或许人在遇到困难时意志也变得薄弱。伙伴塞给我一支烟，开始我拒绝，结果是我这从不吸烟的人将一包烟尽数吸完了。稍微插句话，你说你唱歌的喉咙很是粗犷，可是在我看来你抽烟才叫粗犷呢，从来不抽烟居然可以一口气吸完一包，你不晕吗？艰难地挨到了月亮在西边的位置，甲板上零星的几个人都在月光和寒风中打着瞌睡，伙伴们也都站着未动。我想今晚是冷到胃了，却还痴想着去收获一点什么，出去走走吧。刚迈步就看到一对夫妇蹬着靠在船桅上，一件很大的衣服将他俩包裹起来，
仔细一看，中间还夹着一个孩子。一家三口蜷缩在一起，微微地拉着大衣，脚在挪动，靠得更紧了，嘴里还有喃喃自语。遗憾的是，我听不懂他们的乡音。再到船头，从外往里看，值班的船员当然未睡，机器的响声在宁静的深夜也格外鲜明。门缝里的热气吝啬地往外冒，船尾是另一番景象，帐篷一个接一个，人呢则是几个接几个，风声夹着鼾声，随着已经波动过的江水一起趋于平静。大概凌晨两点多时，又和伙伴们一起到了船里。明月虽皎洁，长江虽雄浑，无奈寒冷更厉害。尽管里面的空气是复杂和浑浊的，但是还是愣愣地待到天明，毕竟里面暖和得多。天亮时才长长舒了一口气，但愿大家都告别寒冷，但愿一切都好。安徽芜湖，小马。
坐船是极有意思的经历，在所有经历过的交通工具中，马车没有，板车没有，拖拉机没有，最喜欢的就是船，大约与少小的经历有关。回去总是要沿江而上，一直到武汉才下船，两天一夜或者两夜一天，最希望的是两天一夜，多半都不睡觉，站在船舷边上，看茫茫的江水，看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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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上的浮标和小小的灯塔，越来越亮，越来越近，然后又消失在后面，再找前面一个。虽然是冬天，一定很冷，但是人处在自己快乐的环境中，因为内心的愉悦，常常会将外部的寒冷都驱赶走的。只是很可惜，很遗憾，你从少小就向往坐船，怎么满纸除了冷字，居然没什么其他的呢？不知你坐的是什么船？想象中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席地而睡的。不过坐船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情了，于我而言，这些年常常想再回去，去看看出生的地方，去看看那些在记忆中很熟悉，实际上早已陌生了的小街小巷，去远远地看一看那些亲戚，还有始终没有说的就是很想好好的再很畅快地坐一次船。上个星期六看到了网上烂商发给我的那段游记，其实在此之前也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因为是信，在星期五看当然最合适。昨天下班后顺路去你办公室，把上次拿走的磁带其中的前八盒还给你，5:01左右你不在，就放在办公桌上了。其实我刚刚从学校回到了家，也许是感到工作压力与日俱增吧，最近心情不太好，竟然会落了泪，有时觉得自己很坚强，有时又觉得自己很脆弱，老板说几句心里就很难过，整天对着办公室里的那几张熟悉面孔，看着他们繁忙工作的样子，跟打仗一样，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看客，却不能帮上什么忙。我们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程，下周就开始毕业设计，我还要在这个过程中抽空往公司跑，想来又是一段忙碌而充实的经历。当然 CD 继续买，网还继续上，也不知自己何时会变，彻底的变成我现在的同事那般，只知道法郎、美元、马克，别的一概不管的麻木。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太理想化和充满诗情画意的孩子。他们说，人大了自然就会远离我现在的所挚爱的这一切。或许他们说的是真的吧，但我真的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永远保持学生那份纯真。还是告诉你一些好消息吧，我们宿舍有2位考上了南航的研究生，说真的
我们很为他俩开心。然而当初最有希望考上的三个都没有成功，也许是考外校难度较大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命运的捉弄，但是我的工作已经尘埃落定，其他几位还挣扎在找工作的苦海里，整天来去匆匆的。想象中会是很清闲的大四下学期，却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忙。大好的春天是应该好好欣赏的，明故宫的风筝又一次灿烂的绽放，工作之余你可以去看一看，还有我们学校附近的中山门、月牙湖一带也不应该错过。前两天收到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的信，印象中已经好久没有收到真正意义上的信件了，结尾的一句话让我笑了半天，顺水推舟把它转送给你，愿幸运像牛皮糖一样死皮赖脸地缠着你。下午还去西祠烂伤的家里，把他这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字一个字抠下来的以前都市夜归人的录音整理成的文字稿打印下来。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这么大的工作量，他如何在如此忙乱的时段里能够一点一点做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平常话不是很多，曾经问过她一些什么，他也只是羞羞涩涩的没有说太多，很喜欢买书，喜欢听歌，而且随身听永远是不离手的，每次看到他基本上都挺风风火火的样子，至少给我这种感觉，手上拎很多很多的书。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变，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要离开学校，这应该是好事，因为你已经长大，永远长不大的人是会悲哀的，因为他就像这个社会的怪胎一般，所以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情况之下，你除了接受和心里隐隐生出来的悲哀作为生活的调剂以外，其他也没有什么真正能够做的了。也不知道如何出风头，数色人物围在我的四周，我经常忘了你这个朋友，我从不低头，跌倒时候格外的难受，无言心中祈祷一直元首，意外地只有你在我左右，哦，爱情平平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再唱醉酒，爱情叮叮走走，朋友去去留留，
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在唱醉酒？知道如何出风头，出色人物围在我的四周，我经常忘了你这个朋友，我从不低头，跌倒时候格外的难受，无言心中祈祷一直手，意外地只有你在我左右。哦，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哦，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啊？时间的背影，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都市夜归人，我们的故事。童年是我与你他乡中相见天地两，张毅见性好，很早太阳很好，在六楼念书，选了有阳光的角落，偶尔有人走过，那些灰就一下子腾起来，然后慢慢地飘。窗外是天井，除了对面读书人的黑脑袋，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向上看，没有树，没有云，也没有鸟，甚至连太阳也晃成一片，天是空的，所以任你想象。每次就想到蓝图这个词，很想找支蜡笔在上面画，画上云，画上月亮，画上星星，甚至可以画只小田鼠。张毅插画到这里，他真的画了一只小田鼠，不怎么看都觉得是一只猫。要不就画小猪，有卷卷的小尾巴的那种，这只小猪画的比刚才小田鼠好，那么天就不会寂寞了，有很多东西可以陪它。教室里人很少，
因为今天的课取消，前排人的脑袋投射到墙上，像极了门口的肉夹馍，也是这般圆圆的，但极不规则。明明吃了早饭，但满教室的煎饼香，后排男生猪一样喝豆浆的声音，怎么都勾引起食欲，肚子似乎也空空的乱叫。于是画饼充饥，这是蛋糕，那是烧饼，再添上一个苹果，后来就乱抹了一些蘑菇，一定是毒蘑菇，漂亮的蘑菇都有毒，自我安慰的不去想吃它。看见刚才画的苹果，又想到了伊甸园，于是又长条蛇出来。可怜的动物，一辈子只能用肚皮走路，本来用作背单词的草稿纸就成了涂鸦本，自己看着都觉得很可笑，扯下来揉成团，又放在桌上展览，前排的人捡了去看，笑翻在桌上，皱巴巴地扔回来，上面多了两行字：蘑菇炖蛇，烧饼主食，苹果是甜点，蛋糕则打底。我心里想着，毒死了怎么办呢？一面又把纸揉成团，后排的人又要去看，后来就失踪了。这时候自己倒也笑饱了。然后班长说，晚上的课和周一对调，不会再换回来了。于是摄影课就永远停在周一，而创造学就永远的赖在周四。课总是飞来换去，天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也懒得想，反正到时候自然就有人通知。工科永远是这样的，做事既突然，速度又快的让你来不及反应。比如上课睡了十分钟，书就讲过了三十页，黑板就翻了两版。而文科学校永远慢条斯理，三天的时间讲文化这个概念，只扩展了两个字，以文化之。为什么不能调和一下呢？真是不可理解。突然想到创造学的作业还没有写，题目是找美丽的近义词，于是写漂亮、艳丽、惊艳、靓丽、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俏丽动人、天生丽质、貌若天仙、貌比潘安、好看、悦目、赏心、养眼、娇艳。另一道题目更加奇怪，是写以硬化的牙膏的特殊用途，于是更加天马行空的乱写：一、练指力挤牙膏；二、牙膏皮卖钱；三、杀人凶器暗器也行；四、镇纸，这个人一定很穷；五、给小孩当玩具，寒酸；六、磨成牙粉继续用来刷牙，节省；七、洗杯子洗瓷砖，泡软了以后就可以用；八、换麦芽糖，80年代很适用。脑细胞死了若干，也打零了，于是终于可以去吃饭，信也就写到这里。祝每个人的想象都丰富。挪挪，2001年4月5日，早。3年前，初初收到挪挪的信，也是这般插科打诨的，很有意思，所以那时候很喜欢看挪挪的信。那天他说，他们最有意思的课程是创造学。所谓创造学，就是开发你的想象力，随便你怎么想，在我们看来就是怎么荒唐可以怎么想，不过真的很有意思。还有说到他们上课的时候居然可以集体逃课，三个班去春游，剩下的一个班就跟老师说干脆也不上，老师居然也乐呵呵地答应了，实在是想象不出来原来上学可以这般的快乐。有时候看大家的信，就真的能够想象到大家的生活是如何，坐在教室里发呆，望天，看窗外的树，窗外的阳光，看窗外走过的人，或者奋笔疾书抄作业，又或者真的是好学生，
在那里做笔记。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很有趣，就像每个人的想象力其实都存在着，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自己发现。心头最值得等待是你的双手，生命的花朵总有起有落，我庆幸你并不曾离开我。你总是轻轻柔柔地对我说，不用去害怕未来的寒冬，就算是人生有再多的折磨，你将会紧紧守在我的身后，黑暗走过。没有什么更好的语言能形容我现在的感受，寂寞不再困扰着我，我的心已经足够。把自己交给我自己掌握，去面对这如新的生活，时间的背影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都市夜归人，我们的故事。
下午天气不好，没课，于是就回家，准备美美睡一觉。老妈身体不好，也没上班。她突然兴奋地喊：“快听快听，有炸炒米的！”我还心不在焉地答：“听见了，有什么大惊小怪？”好久没有听见炸炒米的声音了，我们也去炸一点吧。老妈拿着口袋就去米袋舀米。不要去了，又不好吃。楼下院子里坐了那么多的老人，看见了以为我们多馋呢。我站起身夺她的口袋：“你一个人去吧，妈妈今天不舒服。”通常我妈妈的软磨的功夫我是吃不消的。十分钟之后，我拎着米口袋乖乖地下楼，迎接我的自然是那群老人家万众瞩目的目光。我干笑着打招呼，径直走到了摊子。主人是60多岁的老头，感觉上有些苍凉，饱经风霜的脸上似乎真的写着中国5000年的历史，摇动的手上贴满了胶布，泛白的中山装里隐约看见开了线的毛衣。记不清是多少年前外婆家的门口才有如此这般的景象。炒米永远比不上薯片好吃，但是却相当喜欢那砰的一声，就是那一声比放烟花还开心。长大后就再也没听见了。老妈在楼上对着炸炒米的人讲价，原本2块钱被砍到了1.5块。我送了米，老人很熟练地把米倒在一个小篮里，连袋子边角的几粒也不放过。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应该很热闹的炸炒米摊只有我一个顾客，老人的竹篮里放着不少用塑料袋扎好的炒米，路人多是侧目而过，却没人理会孤独的老人。他的手摇动起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看他。一位骑车人停下来，我心中一阵欢喜，想老人又有钱赚了。可那位好像有点文化的人怪异的有点嘲弄地对老人讲：“这生意实在是太吵了，住在这里实在是被吵得不安宁。”转身摇着头走了。当时我心里真的很愤怒，可是老人依然平静，直到砰的一声再响起。我没有捂耳朵，那声音直穿我心肺，震得心口发疼。老人站起来把炒米倒入我的口袋，抬头看了一下楼上，老妈不在，飞快地塞给老人2元钱，掉头就走。热乎乎的炒米在我手中，心却热不起来。路过那堆老人，他们一人抓了一把回家，把炒米给老妈，她很开心地吃。我连半粒都没碰，说不出的大约应该是苦苦的味道。如果以后再遇见炸炒米的，我一定会去买，但是不一定敢吃。每一天同样这个时候，一定传来熟悉的声音，巷口出现一个爱笑的身影，三人坐在这一生颤抖的眼里，手臂上是耳光芒的蓝色刺青，照耀着皱纹上的汗滴，找寻哪里可以多卖出几只巴布巴布布布巴布布巴布布巴布巴布巴布布布巴布布
巴布。每一次我会看见破旧的背心，总是我想起他曾经英挺的背景，粗糙的手心让我知道过去已经奉献他的忠心，听到深色的口音总是我想起他曾经飘扬的足迹，现在他只有努力地去卖命，用他最后剩下声音，黄昏的巷口出现一个爱笑的身影，三人坐在这一声颤抖的夜里，手臂上是耳光芒的蓝色丝巾，招摇着皱纹上的汗滴，找寻哪里可以多买出几只的鸭鞭。每一次我会看见破旧的背心，总是我想起他曾经英挺的背景，粗糙的手心让我知道过去已经奉献他的忠心，听到深深的口音总是我想起他曾经飘扬的足迹，在他自由努力地去卖命，用他最后剩下的年纪，每一次夜深人静总是他想起他也曾经有打错了一半的爱情，后面的鼓励萦绕着思绪，早就已经落入他的记忆，这样期待的心里越来越强烈，是生活全部的中心，现在他只有努力地去卖命，于是只好再次的想起巴布巴布布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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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城市的晚间总是安谧祥和，甚至常有温馨的气息。希望每一个人的将来，或者每个人的今天，都如城市的夜晚一般。依然感谢你在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陪伴。江苏音乐台《都市夜归人》，邮编210087，张毅祝你幸福快乐，平安永远。明晚7点，897音乐网再见。诉不尽欢乐，说不尽悲愁，太多的潮汐在心头，一波波升起，一片片江汹涌起伏不罢休，我已经无所谓，爱生活远